大家好，我是蔡仔仔，我是蔡森森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频道要记得订阅哦。对，我到底在哪里？我看不太到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购物台系列为大家带来去 Costco 买蓝莓，还有网友必推必买的东西，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？首先第一样，蓝莓先生，这个蓝莓不是现在最近的那个冷冻蓝莓。因为 Costco 的冷冻系列东西的确都是蛮热销的，我们自己也会买一些它的冷冻东西。这个蓝莓是我每次去会必买的，因为大哥很喜欢吃蓝莓，我也很喜欢吃蓝莓。然后在选蓝莓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先仔细看。哦，就像是那种被立可白涂掉，然后我们看那个到底立可白原本覆盖的那个字是什么。挑这蓝莓有技巧，蓝莓很多，都一整它的，你就拿起来这样看，看它有没有发霉，好甜。我觉得好好吃哦，有蓝莓的香味香气。哦，有的很甜。你吃这个小颗看看，小颗就很酸。对，我知道。这样子510克的蓝莓价格是379元，我觉得很划算，因为很大盒。嗯，有的蛮甜的。下一个，最近呢也是在 Costco 非常红的，对，史上最高清洁力。解决异味与脏污源头哦，脏污的源头，源头哎、欸，是工厂吗？还是什么？如果你有加入那个 Costco 的一些社团啊，还是说一些讨论区里面、嗯、大家在推的东西，网友推荐说他有时候洗完之后他忘记晒，两天之后打开居然没有臭臭，还香香的，哦、太夸张了。我觉得真的蛮夸张，因为我说的是他的卫生习惯，怎么会两天后才拿起来？没有，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这个喷的，然后他还有一个补充包，我的补充包很大哎、欸。它这个按下去的体验感是蛮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嗯、1、2、3、4，按4次就可以洗一桶的衣服。哎呦，哎、欸、对对，淡淡的花香味，好像去美发店给人家洗头发的味道。629元，下一个张妈妈川味牛肉面，而且它来自民生社区，上面写的，我直接把它的地号讲出来就对了。这个现在讨论度也是很高，对，说这个牛肉面煮下去之后还原，就像是你坐在面摊里面吃牛肉面这么的神奇，哪有这么夸张啦？他是这样写的、啊，对，我们要学大家那种拍手就是一个转场那种，1、2、3，哇，这牛肉怎么这么认真？欸，这牛肉片很认真的，它就是隔水加热也可以，然后面条只要煮2-3分钟，面条刷40秒，40秒而已哦。哦，所以它是属于半熟面。589元，然后3包。1、3、7、3、9、27，哦，不便宜，多少？将近200块，190。哦，这么贵哦！你看这肉这么大哎，而且它是我喜欢的，有筋又有肉。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我吃的筋的部分很 Q， 哦，可以哦。它应该是用牛腱的部分里面稍微有点筋、嗯，有入味。哦，这可以哦。哦，在拍这一部的时候刚好肚子有点饿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的牛肉面算是中规中矩的好吃。但你说有没有达到惊艳？我觉得没有达到惊艳，但是算是好吃的。那它川味里面它不辣，我觉得它肉很有诚意。对啊，肉有诚意，能把扣来供这样子算是 OK 啦。嗯，不要说蔡张妈妈，我们家蔡妈妈也会。我跟你讲，蔡妈妈的牛肉面真的是非常厉害。我们有一度想要把它的这个牛肉面来开发上市做 IPO， 然后我们就发财，不用再拍片了。但是那是一场梦。蔡妈妈是番茄牛肉面，好好吃。张妈妈牛肉面589元。下一个，虎标肩颈酥。其实这个我们真的完全是看网友推荐的。虎标的东西是有看过哦，但是没有看过它出这种乳状的。对，这个三组的话是459元。哦，蚊子咬也。薰衣草香味，哦。这个就是什么妈妈爸爸说的有色哩哦，一插下去就凉凉的嘞，哦，好凉哦，好凉，嗯，网友推荐必买的。下一个 Galileo 冷冻迷你玛格丽特披萨，我跟你讲，披萨到处都有，你以前去全年去这个家乐福也都买得到。为什么网友推这个呢？我本身也是很好奇。迷你真的是迷你，几乎就是一口披萨，24份。送去给我们的小帮手，
四个送去，然后微波回来的时候剩三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披萨。哎呦，它好小哎、欸。来干杯。嗯。哦。嗯。有认真。嗯。番茄。嗯。番茄，番茄。牛肉味很重。咬一口下去，那个番茄跑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你吃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顺序，就是不要在虎标开箱之后吃。嗯，现在整个脖子都是那个虎标的那个有色的皮。但是它下面的皮好像有点厚。十分的话，你会给几分？五分。哼，十分给五分，几可都没有。因为它下面这个比较厚，比较松软。五分。给七分，因为肚子很饿。好了，饱食一顿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孩子的天堂了。我们买了这个 LEGO 的这个 Duplo 的积木，这个系列都可以组装起来，而且火车啊，还有森林伐木团啊，赛车什么都有。那这次我们就看了这个，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就买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蔡大哥他很喜欢拼这个。不是，最重要的是它便宜。好，这样子的一个呢是多少钱呢？685元。685元哈、欸，我说错了。哦，1385元，1385元，对啊，可是它会很大、啊，你小小的一盒就1000多块了。这个一个1385元，因为它很多片啊。这不是上面写500多块才买的吗？没有，500多块是另外一个，还送你，太贵了吧？你知道外面挂乐高的这个箱子就600-700块了吗？哎，这个不是，我买的时候箱子上面写500多，结果是下沉的。对，你看错了啦，哎、太贵了啦，还好他看错了。对、欸、对，这个哈、哦，我们无法开箱。对，这要给蔡大哥买的，不是要退的。没有啦，要给蔡大哥。太贵了啦，不是我买的时候，他那个标签上面写500多块，我才拿的，想说我这么大箱，你知道外面乐高的箱子卖多少钱吗？1300哎，人家原厂又不是淘宝的。君君，让我们这个无法开箱，因为他开封不可以退。可以哦，可以啊、嗯，好，那给他玩一下。下一个呢？这个是趣味感官桶。它是有一点像动力沙的感觉，但是它里面附了很多工具，你可以挖，你可以雕塑。有了刚刚的经验之后，我一切都听不下去，我只想问问看说这个是多少钱。这个很便宜啦，这个685元、哦、稍微可以接受、欸、不过以粘土来讲，这个大组这么大组，这样算便宜吧？以粘土来讲，600多块也不是多便宜吧。蔡大哥之前有买过小的，应该比较贵，300多。他们家里很富裕啊。不一样啊。我去买的时候，这个剩下3-4组而已，应该是就滞销卖不好、啊、就不会再进了。哪是啊？你去 Costco 挑那种剩下最少的，那就是卖的最好的。600多块啊！下一个哦，这个哦，网友推必买的，我们看老爸的那个影片里面，他有介绍这个产品。嗯，他说那个时候在网路上造成轰动的时候，他们有轰动的冲具，结果卖完了，然后后来又补货的时候，就把它买起来了，600多块，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。哎、欸，结果 key 给对739元、哦，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订阅将近80万，所以我们买起来就稍微会贵一点。这么大两个，这个不是那种塑胶哦，然后还有两个口，一个是吸管的，一个直接可以就口喝。它保冷可以达到24个小时，保热可以12个小时。重点是它洗碗机可以洗。最重要的就是700瓦扣冷管，一个是 1.2L， 然后这个运动啊，还是你在办公室旁边喝水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下一个，最近很夯的颜值天花板之称，然后它是洗手乳，重点是它还有保湿，然后它有4个天然的香味，但是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有点像那种土耳其的那种瓷砖，有没有雕花瓷砖？它是玻璃瓶，玻璃瓶哦，它有4个香味都是天然的香气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玻璃瓶哎、欸嗯，你讲话好诚实哦，这个跟那个PVC 是一样的、欸，是吗？不是玻璃瓶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怎么是这样子？为了流量，就随便都乱讲。玻璃瓶也说得出来，这么不环保的东西，我想玻璃瓶做，不是4瓶297块，我想玻璃瓶也太便宜。哦，这好香哦 ，Creamy Coconut， 这个就像是那个 Banana Bowl 的那个防晒油，就是它有那个 tanning 的，就是那个助晒的，那还有防晒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。哦，好，味道好重，是不是以前 Banana Bowl 的味道？嗯、哎呀，这不错不错。Okay. 我这个是迷迭香薄荷、oh. 我喜欢这种植物系的味道，而且你洗完之后就觉得蚊子不会咬你的手。Sweet orange 这个单字刚好大哥都会。甜橘，我来看看甜橙香哦。哎、欸，哇、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才喝完这个蔡大姑昨天我给他喝错的柳丁清茶，
这个就是柳丁清茶。我跟你讲，你口渴买不起龟剂，你这个滴两滴下去的那个杯子里面，还会有泡泡，对，喝气泡饮是不是？肠胃也洗得干净，乱讲。嗯，好香哦，是不是？好香哦，哎呦，好香哦，橄榄百里香啊。洗衣服的味道，好清香的味道，不是，它是一种洗衣精的味道。没有，这有个洗发精的味道也好像297。下一个，必思可乳酸菌夹心饼干，这个网友有人推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看到觉得很健康就买了。哦，你说从这个孩子的笑容啊，它有维生素 B1 B2 哎，而且它的糖分跟盐分都很少，这是两种口味。嗯，它是日本进口来自日本。哦，这个包装很 tricky 哦。它是两个打开的东西给你对包，这是怎样写哦？而且他说每一包含有1亿个乳酸菌在那个夹心的里面。他是怎么去把它量化出来的？我很想知道这个技术。旁边写的，就这样子小小的一个。哦，很适合小朋友。嗯，稍微有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欧斯麦夹心饼干，这蔡大姑一定知道。我没听过哦。欧斯麦啊，没有一点酸酸的口感的味道，又甜甜的。嗯，好下嘴，我觉得草莓好好吃。外面的饼干好酥哎，399元。下一个浴室每日清洁剂，尤加利薄荷口味，淋浴间瓷砖、浴帘、玻璃、浴门、浴缸都可以清理。因为有在整理家里的妈妈就知道，浴室其实是瓷砖缝隙非常容易发霉的地方。那我大概一两周会喷一次除霉剂，我都头晕，因为觉得自己要中毒了，因为那个漂白水味道非常的重。你可以洗澡之前呢喷一喷，或者是洗完澡喷完，隔天要洗的时候再冲干净就好。这上面写说，如果你的屁股可能会触碰到，我们就有责任给你全然的真清洁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都不止里面研发的好，它里面也有写散文的功能，是599元。再来下一个呢，恐龙的牙刷，因为像小孩子其实牙刷用量都蛮高的。嗯，然后最近这个大哥又喜欢了这个 Dino。这个5支295元，3岁到6岁都可以使用。然后网友没有特别推，只是我们个人想买。OK， 炎炎夏日到哦，如果想要让你的小孩当这一季的这个冲浪高手，你就需要的就是这个防磨衣、防寒衣，还有这个泳裤，最重要连这个帽子都整套给你搭配好的。这个青绿色加上这个橘色的 orange， 让你炎炎夏日走在沙滩上，绝对是众人的焦点瞩目。这样子的一个一套三件组，它的要价是555元。555元，很便宜。它三件组又抗紫外线，还有一个帽子。哦，对耶，这样我觉得很划算呢、啊。快干的材质哦，赞。再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一般在用的日用上面的窗帘，如果你们家觉得这个阳光太大的时候，想要遮住你的双眸，哎，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帘布。这个是我有时候去 Costco 看，然后会看到像 Levi's 的牛仔裤啊，然后有一些好看的裤子，它其实都没有小号小尺寸。我这次看觉得这个很赞，629元，很凉爽透气，刚好 S 号剩最后一件，把它放在窗帘那边就好，这边太阳蛮大的。最后一个。咸甜爆米花，没错，咸甜爆米花，这个容量之大，考验你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爆米花。这么大的一个爆米花，它的要价是新台币329元。329元，它不只是一个有甜有咸的爆米花，同时也考验你的人际关系，因为爆米花本身打开会轮起，如何在短时间里面吃完，表示你的朋友要到达一定的这个数量。这个还好，这个晚上有小组大家拿出来吃。哦，这有一个湿的，全甜爆米花，哦，好吃哎，超好吃，嗯，全家便利商店有在卖咸甜爆米花，嗯，爆起来，它真的咸甜，味道很足够，可是吃到最后好油。一般咸甜爆米花都是上面咸下面甜，或者是颠倒，这个我跟你讲 ，mix 在一起。那你每一口都有你料想不到，有时候甜，有时候咸，有时候咬到手指头。这网友推荐我去，真的人手一包哦，有一两颗没爆开哦，大家小心。好的，以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购物台的开箱。如果有什么我们没买到，你再告诉我们，对，我们再去买。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拜拜，拜拜。还是蛮好看的，这三宅一生的好事多版吧？对，有点像是。你看我穿起来长度刚刚好，还不错，还可以。妈都穿了17分，这些东西就怨不了别人，然后。